子，一出嚟帮人杀入去啊，唔系先讲阴面。夜晚去咗尖沙咀个食放题咧，一七零嗰陣時啊，嗰陣五點唔係，上嗰嗰陣都好熱嘅。不過去到下午五點，我出去跑步嗰陣時，突然間我哋嗰區落緊大雨，又係咁閃電，跟住嗰陣係落緊掛緊紅雨，變咗啊！嗰日都係 last day 做呢個暑期功課。咩功課咧？作文啦、啊。最唔知每次嗰啲功課都係臨尾先做嘅感覺。一九零嗰陣，個個都記得呢一日咩日子啊嘛，八三一，審所咗我講到去亞丁站啦，咁有一堆示威者換衫啊，冇幾耐，屌！跟住咪即刻防暴衝殺你咧，然之後點解會有太子站呢單嘢發生？其實因為之前就嗰班示威者同普通市民衝突啊嘛，跟住見到防暴咁樣就話攞棍咁樣打嗰啲示威者，講呢講路，最尾啲人就話咧，太子站又死人。又話 要求佢公開 CCTV 片段，我諗緊你成日都話八三一打死人，但係由頭到尾都唔會都唔講邊到底死邊個叫咩名，直接講邊個直接講邊個邊個邊個，你起碼都信啦。直接話打死人，但係林人民講幾多個人死咗，所以話好多人都成個白痴仔咁樣。就喺正門口度拜，知拜乜撚嘢？唔係啊，好簡單，冇人死你喺度拜咧。其實即係簡單嚟講，你好似拜下空氣一樣，因為都冇人，即係多嘅真係冇人死喎。仲記得我哋班個女班長咁樣勁牙刷嘅話，即係好簡單嗰陣，成堆屌鳩我就話八三一冇死人。
一年嗰陣就唔係 ，sorry， 二零年啊，覺得飯店好特別。上二年冇讀，上年準備翻學，即係簡單啲講，上年就係九日學啊。不過對於我哋嚟講，其實唔係嘅，因為嗰日係打風。呢日啊，就已經係尾二嘅暑假啦，聽日都放假啊，咁要聽日禮拜日。咁我以為正最直接嗰一句就係下個下週後日放，唔係後日翻學啊。上咩堂呢？這個 BIM 和這個英文，總言之上任何一堂 lecture 都是 UG29 的，即我不計SDD 中普通話和英文，全部都是 UG29， 就是成蚊上的課室的隔離，即係嗰陣時，即係我哋主要 tag BIM Content Management， 跟住 ASAI Tambler Stewart 都喺嗰度上，全部啲索取嘅嘢都喺嗰度上。個 model 2324都用唔係用唔到嘅，你可以睇翻 notes 啊。不過你睇都冇用，因為 year 1過咗啊嘛。好奇怪，即係佢即係明明係成科，點解佢會變成 one 嘅？你記得我琴日講過啊，就係你最尾個成績有兩個可能性啊，一係就係一齊，一係就五個成日合埋一齊。一系就 year 1同 year 2分開計，即係話睇你 year 1或者睇你 year 2嘅成績，取決於你入唔入到 U 咯。如果你話即係你記得同我講過啊，一齊計嘅話就冇機會，個機會太細，唔好話冇，機會係非常非常之細，因為即係你記得講過啊。如果我要成功 3.2 的話呢，我就要所有基本上過到這兩個 year 2這兩個成個 GPA 要達到 3.97 以上。哇 ,3.97 就顧名思義啊，所有科裏面除了 4A 減之外，其餘那些全部都是 A 的。不過全部都是 A 的話就沒人試過啦，最多都是 3.98 啦。個 year 2嘅先都已經係讀咗到入呢個 CONU， 港大係個職位大過理大，因為 CONU 個 CGPA 要去到 3.7 幾以上，而 PolyU 就係 3.2 幾啦。都係一句，你有 3.2 幾就係有資格入大學，冇嘅話你收皮啦，冇話收皮出嚟做嘢。反正你畢咗業之後，就大把即刻有好多人請你啦，請啲勁多畢業生，唔係等同於表妹基礎一樣。佢 year two 完咗之後咧，你攞咗畢業證書或者成績表之後咧，即刻就大把人請你。講完事冇乜特別，都又係少人，彎彎都係打 AI， 好撚悶。啲人成日都講影支付冇問題啊，不過唔係琴日最尾個 run 貨出，唔係出去之地咧，收123個。少人嘅原因就係因為佢配對咯，有個講法，明明嗰10000多人，點解配咗之後得嗰咁少人咧？
跑步咧，到跑到去嗰邊度咧，好難講。天池村遠啲嘅單嗰條路嗰度咧，就可以話依家呢個時候啊，你見得最多嘅小朋友都係蜻蜓嘅啫，好煩啊！嗰條路咧有講法，如果啲蜻蜓走得唔快咧，唔係。其實正我最簡單直接嚟講，我好憎嗰啲昆蟲飛嚟飛去，即係等同於你瞓覺嗰陣時候，有隻蚊喺你附近喺度嗡嗡聲。點解會有呢啲係？點解會有呢啲發生？通常咧，如果我瞓翻覺，突然間有好多蚊咬咧，就一定代表有隻蚊喺我附近。當我一搭落牀嗰下咧，重新搭落牀啊，我就聽到係咁。嗰啲嗡嗡聲，於是我就話：一係慢慢聽，一係就將個風扇對住我頭。因為風扇對住我頭咧，啲蚊飛唔到過嚟噶嘛，俾啲風吹走。但係對於蜻蜓嚟講，可以話我嗰一條路咧，即係因為我跑步係對必經之路啊。點樣跑過咧？慢跑。話俾你聽，如果我直接齋 feel 或者睇咧，嗰個位係至少有50幾隻飛蜻蜓飛嚟飛去。其實喺嗰個綠洲，原來沙場嗰段路都係好多蜻蜓啊。